小城中依然安静平凡，每一天生活这样过，每一天曙光露出天边，城里人都说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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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那面包是否不停叫卖，是不会变的面包卷，自从我们搬到这儿，每个清晨都一样，乏味枯燥都笑着早安贝尔。早安先生。你到哪儿去？去书店，我刚看完一本有趣的童话故事，讲的是豌豆和怪物。很好很好，玛丽拿面包快点儿。快看那走过来的奇怪女孩，她们惹你我的眼神，总跟人打交道，脑袋充满了幻想，这个奇怪特色你还叫做贝尔。早安早安，问候你家人。早安早安，问候你太太。我要有个蛋，那个非常贵。人们的生活不该是这样啊。贝尔早上好，我是来还书的。你看完了？我都舍不得放下了，还有新书吗？都被你看遍了。那没关系，今天我借这本。这本你已经看过两遍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，有远方的城堡、打斗，还有魔咒和白马王子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送给你了。哦，可是先生。拿走吧。太好了，太谢谢您了先生。快看着走过来的奇怪女孩，我怀疑她是否快乐，只会在书店里转，这个令人迷惑女孩叫做贝尔。啊，这是多美妙啊，这个故事会让我幻想，啊，遇见两个字啊。难怪人人都叫她美女贝尔，她的外表无人能够比。虽然她美丽动人，但是她性格古怪，这个奇怪孤僻的女孩。放肆笑容是顽固反射性的，被奇怪的女孩。哇哦，你真是百发百中，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猎人。我知道，没有任何野兽能逃过你的猎枪，女孩子也一样。这是实话来福，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姑娘。那个发明家的女儿，她叫贝尔，她就是我要娶的幸运女孩。全镇最漂亮的姑娘，最漂亮的姑娘，难道我没有资格娶最漂亮的姑娘吗？当然有资格，可是，当我第一眼看见美女贝尔，她美丽外表吸引我，在这小城只有她是我理想的对象，我会让她成为我的小新娘。快看，是她向我们走来，快看，小嘴还真可爱，让我着迷，我要活到她是个白富狂，且是英俊。我早提前的葡萄，你都做好了，你好吗？是吧？让我去，我去八道，快点打住，没有面包都算了，还太不可能，人们的生活不该是这样，我要让贝尔成为我新娘。